下来是雅音合唱团女生小组带来的一首国语歌曲《今夜无眠》。这是一首十岁守夜的歌曲，描述的是大年夜的时候大家欢乐的气氛，因为太嗨了，所以大家都不想睡觉，今夜无眠。这是一首目前在内地非常火红的歌曲，我们欢迎雅音合唱团的女生小组。